这拍的不错啊！啊，物业鹏啊，你带小红去峨眉饭店1617号房啊！啊，行。哎呦，白干嘛？哎呀，光棍坤嘛，还不放手，被虐断了。嗯，亚乐，哎，那是他的不对啊！走位呀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第一次，来吧，上车了。放开我！喂，小妹妹，龙哥，你别再逼我了，我只不过是混口饭吃。你不可能的。不可能，我马上证明给你看啊。老实说，钱我就没有，但是呢，我有半边床位，你愿意就跟我来吧。哎，看你的样子一定是吃软饭的。哎，你这样分明是无理取闹。如果不是，干嘛把它藏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拿着吧。嗯，就这么多了啊，别再拿。想天天干都还不清赌债呀。我向你求婚，你嫁给我。啊，好机会啊！我结婚。你当我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？有这么傻的人？龙配母鸡，那是天生一对啊！看不出这傻瓜真会说话。对了，你的妞去哪儿了？不是跟了别人吧？啊，散呢。啊，好大，我不止下面一出水了。你们满意？你去验验货。嗯，你再收留我吧。哎呀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拜你，我跪你了。你不走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不舍得我。